好的，下面直接教大家如何使用最高伤害连招，在人形态下先手使用一技能，然后接 W 和 Q， 最后普攻两下。屏幕上有详细的技能释放顺序，你们可以记下来，然后在自定义里面对着寄居蟹去练习。这道连招要注意的地方是 W 技能的弹道速度很慢，所以要在 Q 技能前面释放，如果你有把握的也可以先 W 再 E。 局长这里还有一个连招方法是比我们刚学的那套伤害高的，其实差不多，就是变成蜘蛛形态后开启 W 平 A 两下之后再使用 Q， 因为先用两次普攻可以提高蜘蛛形态下 Q 技能的斩杀伤害，从而打出更高的输出。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W 技能的机制。我以红 buff 这边的墙为例子， W 技能是没到达终点就爆炸了。我做了一个测试，在放完 W 技能后，我使用一技能去穿墙，之前放出来的 W 技能的小蜘蛛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飞向目标，并且爆炸。好的，下面看一下冰杖对蜘蛛战斗力的提升。我在出完冰杖后发现小蜘蛛的普攻是可以无限触发冰杖的减速效果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小蜘蛛的普攻无限碾死对方的英雄，所以我十分推荐大家使用这个装备。就像画面看到的寄居蟹身上的减速效果是没有中断过的。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每周一更新的局长五分钟英雄教学系列视频。这一期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蜘蛛女王伊丽丝。这个英雄在当前版本可以说是最强打野，我在韩服大师以及王者分段做过一个研究，基本上蜘蛛是非班即选的。在8月7日美测服的改动中，蜘蛛形态的 Q 技能它的 CD 变成了一秒钟，基本上是可以无限释放的，局长在视频的最后会给大家演示。好的，下面说一下蜘蛛打野是如何加点的。这里有的同学会想，既然一技能加强了，是不是就要主 Q 负 E 增加控制时间呢？答案绝对是错的，一定要主 Q 负 W， 不然的话你的伤害是跟不上的，就算再让你多控制 0.5 秒，你的伤害不够你也杀不了人。看完技能加点，我们看一下出装思路。打野刀两红常规的出门装我就不多说了，核心装备如果是顺风追求爆发的，我们就将打野刀升级为符文扩建，如果团队需要坦克，你就升级熔渣，因为蜘蛛的技能是按百分比魔法伤害计算的，所以法穿鞋跟面具对输出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至于冰杖，我在片头已经讲过为什么要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好的，下面看一下天赋符文。这套天赋符文我在参考了几个职业选手的带法后做了一些改动。首先大精华三个固定法强，但你也可以换成移动速度，黄色九个固定护甲值，红色九个固定法穿，你也可以换成双穿，最后蓝色六个固定减 CD， 刚好 5%， 剩下的三个蓝色固定的法强或者是魔抗都可以。如果你们现在不能够上游戏跟着点，或者是看不清楚的朋友没关系，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撸啊撸局长解说，我会把本期视频的天赋符文放在上面，方便你们参考。好的，下面看一下天赋，我会点出21 90，攻击天赋上的21点一定要点出法强跟攻击力，这个对于前期的伤害提升是非常大的。然后毁灭攻势增加 6% 双穿，这三点天赋一定要点出来。最后就是死神，可以提高蜘蛛形态下 Q 技能的斩杀伤害。防御天赋你跟着我一模一样点就可以了，记得要点出硬化皮肤。还是那一句，如果你没有看清楚的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上面找。好的，下面看一下这个英雄是如何刷野怪还有抓人的。说到蜘蛛打野，一定要学习的是无伤拉野怪。如果你按照我上面教你的技巧去做的话，你刷到三级不仅满血，而且一瓶药都不用吃，再配合队友秒掉小石头人后升到两级。不过这里要注意的地方是，1分53秒我们就可以放人形态的 W 了。打红 buff 的时候，在人形态用 W 普攻 Q， 然后两次普攻，最后变成蜘蛛形态使用 Q 技能后开 W 继续普攻。重点来了，像画面看到的那样，在红 buff 准备要起手拍你的时候，将身体往后拉，这时候红 buff 的仇恨值就会转移到小蜘蛛的身上。当红 buff 再次起手要拍你的小蜘蛛的时候，你攻击他一下，这时候红 buff 的仇恨值就会转移到你身上。以前是可以无限这样做的，现在每次只能拉三下，不过同样是无伤的，所以没关系。看不清楚的朋友可以回放一下，右下角有不使用无伤拉野怪技巧的蜘蛛对比视频，他打完红 buff 之后没了一半血，所以一定要掌握好这个技巧。我们可以看到打蓝 buff 也是同样的技巧，一定要注意在人形态的时候一定要先用 W 接普攻再放 Q 完之后野怪走过来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足够使用两次普攻了。我们可以看到刷到三级而且满血不用吃药，
良好的状态对于接下来这波上路的 gank 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残血的瑞文准备要逃走了，而我方的纳尔是一点状态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单杀。这里有两种起手方法，第一种蜘蛛形态先手一技能贴近瑞文打他一套，第二种是人形态靠近他之后再用一技能困住他将其击杀，就像我们看到的画面，然后再一个 Q 技能，在他使用 W 技能的时候我们使用一技能躲开并且接近他，最后轻松的将其击杀完成 gank。 蜘蛛是如何打团战的？我选取了两个超逆风的例子，因为装备好谁不会打团战啊。这里我就要教大家如何用最差的装备做出最大的贡献。这里使用一技能捆住刀妹之后切换形态打一套，没装备就要跟后排站在一起，利用一技能控人切换形态配合后排将其击杀。好的，这里可以看到在扛了威恩两下普攻之后很明显吃不消，再被打一下出被动就要死了，所以可以开启一技能让他无法选取，为队友争取时间。由于左方的队友比较多，所以威恩逃跑的路线一定会在右面。在我们使用蜘蛛打团的时候，一技能吊起来的一两秒钟里面，我们的脑袋就要立刻思考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待会儿画面看到的是反面交差，他一到了威恩的逃跑路线上，队友跟不上，结果他就被反杀了。如果他原地落下，这波团战绝对是赚的。好的，下面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没有装备，你去前排扛伤害也是没有用的，被打三四下你就死了，倒不如像画面中看到的跟滑板鞋站在一起，先用一技能捆住敌人，然后配合滑板鞋将其击杀。击杀的顺序我给大家编号了，一号金属大师他离我们最近，我们不可能舍近求远，先将金属大师击杀。这时候我们观察到刀妹是没有什么状态的，她肯定不可能冲上来送死，对不对？我们在打团的时候一定要善于观察，然后猜测对方的心理。很简单，就把自己带入，如果你是刀妹，你没有血了，你还会冲进对方的人堆里送死吗？好，这里秒掉金属之后，这个刀妹也是无路可逃了。我们刚才是在后排输出的非常成功，拿到了两个人头。我敢说如果你这个装备在前排扛伤害的话，你的团战将会没有作为。好的，这一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片尾还有蜘蛛在美测服最新版本改动过后可以无限使用 Q 的抢先看。